我这个，我没想到这五分会影响到这个最后这个结局。如果会影响到，我不会投给他们的。对，因为观众会觉得我这个分数影响了，真是专业的东西。哦，他其实没想投那一票，他想投一个鼓励分。这样有点，票都已经定了。哪一个比较好？重新录还是、就是？因为你已经说了，你说你本来想的什么，但是你觉得，我觉得行了。这没办法，确实，观众投的高。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就这样吧。你这个弃票，那又是影响了另外一个。当时还挺纠结的，所以我就想跟其他老师也讨论一下，然后包括还跟校方讨论一下，就是说其实可能这也就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就是在投票当下可能也没办法预知说别人会去怎么想，这两队谁他们更喜欢谁更好。微微 OK 没事没事啊，我就是觉得说我刚刚投那五票，我觉得既然我已经决定，那我就是把这五票希望可以鼓励给小熊同学还有我们的胡雨桐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，但我在这边也想要肯定达西和责任。我认为你们的表演是非常完整非常独特的，我也自己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五票会影响到整个最后的结果。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纠结，这一点我觉得是从责任心吧出发吧啊，给娜娜老师一点掌声鼓励吧，谢谢。我觉得跟娜娜姐那五票完全没有关系，观众确实选择了他们。我觉得娜娜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纠结吧，我觉得他们这两组都没有很打动我，但我在心里面是更倾向于胡雨桐那组的，但我弃权了，我觉得其实扯平了啊，而且我觉得没有东西是偶然的，事实发生的事情也许就是的确有它的道理。